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创世纪六章的第八节一直到22节，题目是神启示挪亚。创世纪六章第八节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：“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地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轴，宽50轴，高30轴。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高1轴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。看哪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。凡地上有血肉、有气息的活物，无一不死。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、儿妇都要进入方舟，凡有血肉的活物，每样2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。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2个，要到你那里保存生命。你要拿各样的食物积蓄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这就是著名的挪亚方舟的故事。这里说挪亚是个义人，这是中文的翻译。原文的意思是能够够得上格的人，在他的世代算是个完美的人。这些辅助的形容词告诉我们，挪亚可能是神在那个世代下一个妥协的选择。无论如何，挪亚是与神同行的。这个与神同行的用词是与前章以诺与神同行是一样的。从以诺和挪亚两个人的例子，我想与神同行可能是神的灵与挪亚同在的意思，相当于我们如今讲斯提凡是被圣灵充满的，但是这个被圣灵充满，以及今日灵恩派人人都是被圣灵充满的，是不是又有在程度上挂号，或者是在本质上的不同？大家可以好好想想看，但是其他凡有血气的人的尽头已经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的路已经走不下去了。不管他们是自己，或是他们能够再转变，或者是能够再产生以及教育出敬虔的下一代，神已经看到是没有那种可能了。所以神就要在这个时候抹去所有不好的，只从挪亚这个够格的一家当中再产生出下一代。要注意，这也正是主耶稣基督要来时的其中条件之一，那就是信主的人越来越少，人人都爱心冷淡了。可能到时候人人都信仰科学或是其他的方法和学问，基督教在地上的路也走不下去了。到时候主就要再来施行审判了。在当时的人行为败坏，地上充满了强暴，而神所要用来拯救世界的方法，就是要将这个世上不好的抹去，从仅存好的部分再重新造出好的世界。这样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陌生。比如说，当农业学家要培养新品种来抵抗病毒和提高产量时，我们就是这样做。怎么做呢？首先要让原来的品种结出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后代出来，然后再从这些后代当中选出表现最好的，最能抵抗病毒和结实最多的作物，从它们之中再产生下一代的后代。这样的过程重复几次以后，原本就可以得到和他们所要想要的品种。那么在过程当中，那些没有被选上的作物呢？我们当然不会让它们产生后代来污染我们所要的品种。也就是说，所有其他不合格的作物都要被销毁。这就是我们所用的方法。可能也是在神在挪亚这个时代所用的方法，神就叫挪亚准备一艘大方舟来避难。在这里，神向挪亚启示了方舟的制造方法，
大小尺寸，甚至是制造的步骤，用什么材料，要抹上什么，都交代得清清楚楚。这可是全能的神，乃是要挪亚出力去制造出来的，不是从天上掉下一艘船给挪亚。这样的方法在摩西那一代制造约柜以及帐幕的时候也是如此的。此外，神也告诉挪亚，哪些人和物是要保留的，人就只有挪亚一家和其儿子及儿妇共8个人，还有地上有血肉、有气息的活物，每样2个，一公一母，要保留他们的品种，因为这已经是神的第七日，神已经停止了造物之功，所以就用保留品种的办法了。最后记载的就是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，愿上帝赐福给你们，阿门。